正经关不了，关不了正经。好，今天的画面呢，非常的正经。今天呢，在整个画面当中，现场出现的两位，我想你只要是宇宙政经学院的同学，或者你稍微关心一点台湾的民主政治，你一定都不需要我介绍。但是我要介绍的是，现场你现在所看到的两位来宾，都是我生命中的贵人，一位是我的师父，我的启蒙老师，我的老板。我心目中的英雄，郭培荣董事长。另外呢，是在我遭受到各种司法打压，全台湾没有敢律师敢这个，五级妹妹丢呢，没有一个律师敢当我的辩护律师的时候，这位张静律师跟我说：“彭屁，你怎么到现在才想到我？”啊，他觉得我实在是对他很不好意思，对，我怎么到现在才想到他？于是我才有了接下来这三四年的诉讼。好，我想现场这两位呢，除了是我的贵人之外，都是台湾民主路上的一个前辈。那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不畏强权，但是呢，一路被打压。好，首先呢，我要来跟这个我们四年没见了吧？这个董事长好久四不年见。没见，但是我们半年前在网络上见了面啊，我们在一个座谈会，原因是四年没见，是因为我们2019年我离开了民视，然后4月22号离开了民视，然后就立刻碰到了这个 COVID，所以大家都没见啊，大家都戴着口罩。等到我把口罩拿下来之后呢，我就被通缉了啊，所以我们就 缘坑一面。啊，上次在网络上见到，不过我一直很关心董事长的这一举一动，最近投入了选举。好，那我觉得今天大家目的是要来看看郭董事长跟张静律师哈。哎，董事长好，跟大家报告一下近况。我看到你真的觉得很高兴，除了头发白了以外，一切都没变。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可以在这个地方，那个再度跟彭批对话。大部分场合我都是，从手机中那个看到彭批，听到彭批讲话，没有什么机会跟大家那个见面。那今天难得的机会，大家好。好，另外一位张静律师跟大家问候。各位朋友啊，大家好。对，今天他们俩怎么会，我的两个贵人怎么会今天凑在一起呢？哈，因为他们都要参选嘛，那所以彼此的这个备受打压的小党之间呢，就会有一些互相的声援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说，哎，那不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可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跟大家，尤其是我们的节目一向是把我们的这个频道给那些比较弱势的，但是现在在高雄看起来，董事长你不是弱势哦，你的声势有点吓人哦。哎呦，那个彭兄啊，你未免离台湾太远了。你不晓得，我在我这个选区，我是多么的弱势，因为我一个男生要对付两个女生哦，我怎么讲都是错的，男生打女生，那我一个老人家要对付两个年轻人哦，我怎么讲也是错的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真的是弱势中的弱势啊。可是我上次看到你的造势的那个大会，我吓死人了。我说那个不是选总统的格局吗？对，那次造势，坦白讲，我们也是吓了一大跳，因为现场只准备了1万张椅子，想说那个在那个场地1万个人，我们已经装了5个那种大型的那个荧幕来让观众看，可是没有想到那个来试验的人是那么的多，远超过我们的预期，尤其是我们来了将近2万个，2万出头个，而在一个礼拜前，民进党他们集中那个总统的候选人，还有8个立委的候选人，还有所有的议员，那在离我们的一样的这个区域，那个不太远的地方他们才来3000个人不到，而且他们有从凤山，有从冈山，有从前镇调一大堆游览车，可是他们不到3000个人。那2相一比较之下，那就可以知道，那个在我这个选区，
确实有很多的群众，因为我在过去八九个月的起跑基层，他们已经感受到了我的一股心意，所以当我的竞选总部成立的时候，那我的竞选总部的这个场所又选择在捷运站的旁边，所以对于要参加的这个民众来讲，他们只要搭捷运就可以来到我的竞选场地，所以才会。那天来了这么多的深夜的群众，我为此也感到非常的感激。我觉得这是人心思变，嗯，啊，人心思变，对，张律啊，师，对，你张觉律得师，呢？你觉得呢？我觉得就是人心思变嘛，因为，从这个郭董事长被司法的打压，你彭批被司法的打压，包括我被司法的打压，我们有一个共通的这个共通的情形，就是我们都是司法的受害者，啊，都是司法的被冤枉的人，啊，可是我常常讲一句话，就是司法作为执政者的工具啊，它是一种对于打击异己、消灭政敌最便宜但是最有效的工具，所以古今中外，很多的执政者都要把司法控制在手上，这是我们啊希望能够改革司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不能让执政者为所欲为，借着司法为所欲为，啊，否则司法跟东厂跟锦衣卫又有什么不同？会有多少的受害者存在？我想就是因为哈，董事长你的那个声势吓到人了啦，所以呢，你就要被起诉嘛，然后你的后援会长就要被抓起来嘛，然后张静律师就要变成那个偷窥狂嘛，然后就要被侦讯嘛，然后我就要继孙中山之后变成这个亚洲唯二的没有国籍的人球嘛。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点，就是我们让执政党害怕了，这是一件好事，不是吗？董事长，你的起诉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那个是陈年老案呢，那个案子我多少知道一点。我的案子是那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说，他这个是我在民事离开民事的时候，那个他们那个蓄意那个对我编造的案子，那他那个起那个民事就是民事哈，那个他向检察官陈述理由是说。我偷刻我自己的印章，我想我的案子是无用挂齿啊，因为只要3分钟，因为我案子在4年前已经经过审判了。那他通缉了我，就是说为了要我到案说明，花了1两年时间，这就是拜托律师我才出庭。可是我出庭只讲了数分钟，检察官就讲不下去了。我是问检察官说，这家公司是私人的公司。他这家公司叫做民间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它是民事的控股公司。它唯一的业务就是它拥有民事公司49.9%的股权。那因为它的业务就这么的单纯，所以这家公司啊，它当时的董事长是我，当时的总经理是我，然后公司没有任何其他的员工。因为就是这么单纯嘛，所以有一些事务性的事情，我其实是就委托我，因为我同时担任民事公司的董事长，所以我就委托民事公司董事长的这个秘书去执行。那当时是因为民事公司要新建影城第二期的这个工程，那我们需要一些那个经费去筹备。所以我们就决定，民投公司董事会就决定跟台新银行借5亿的台币作为初期的筹备费用。那这案子经过董事会通过之后，那因为我主持董事会，我习惯性的是那个
就先是说，那就责成总经理去办理这些事好了。那可是会议的记录说，董事长这家公司的总经理也是你了。所以到最后董事会做决议，就是说，那就责成董事长去办理这笔贷款。那这董事会通过以后，那我就请那个我在民事的那个董事长的这秘书去刻印章去。那个办理这个户头，那检察官那个最后那个民投公司的这个报案是说，我托科那个董事长，没有我托科董事长的印章，然后去开这个户头。他说应该照惯例是由总经理去处理这些事情的，可是总经理也是我啊，所以这件事情是。4年前就是只花15分钟就结案了，那民事继续把这一件事情申请再议，可他他申申请请再在议以以后，后。那这么多年来都没有下文，直到这一次我的成立大会有那么大他的的排排场场之后，过了不到1个礼拜，他们就把我起诉了，所以案情就这么简单。我的罪证就是偷刻我自己的印章。在法律上啊，我应该叫我的总经理去刻，可是我又是我都自己的总总经经理。理啊，你的罪证是啊，你刻印章之前没有经过你老婆的允许。对啊，董事长，我是说真的啦，其实你真正的罪证哈，是因为你在2016年8月22号，从民事引进的一个这个万恶不赦的共匪彭文正。来担任政经看民事的主持人啦、啊，真的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人说啊，郭背鸿阿斗西后啊，他最大的罪状就是把彭文正带进民事嘛。所以我真的有时候觉得哈，董事长，我真的有时候觉得我蛮对不起你的，我觉得你是被我害的。确实是被你害的。不过我也我就甘喜于欢扮董事这长个说角实话。色。我想这个是我们当时在民视，我们那个大家共同的理想嘛。我在民视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记得，只有这些德高望重的那个老人家，那个要那个推举我是否要参选总统这件事情嘛。那个时候，我就是一句话，只要一天是媒体人，我就一天不可能参与任何的那个选举，那所以，那个后来离开民视，也许就是老天的意思，就是要我回到政治的领域上，可以做更直接的奉献。好，我想去年当我有个那个体认，感觉要那个我们台湾的这个前途啊。真的是堪虑了，好堪虑。目前的这总统候选人，每个人都主张我们叫做中华民国，可是世界上不是只有一个中华民国吗？它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主要它的首都在北京嘛。那我们的总统候选人都主张我们是中华民国，害我们台湾每天都有这么多中国飞机绕着我们的台湾台岛岛四四周周在在这这边边骚骚扰，扰。所以。那个我还是那个很乐于那个在2016年8月22号那个特别的日子那个你们能够来到民视，我们共同享受了一段我们感觉到是台湾媒体界那个最辉煌、最光芒灿烂的这个时代，那个享受台湾的新闻自由，最那个最能够让人那个。那个称道的这个时候，对，我真的必须说句实在话哈，我在民视从2016年的8月22号到2019年的4月22号，这真的是在圣经上保罗的那一句话，我觉得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我觉得那是当年我们实现媒体自主一个教科书上或者历史上找不到的最贴切、最光荣的一刻。在我在民视的2年8个月当中。董事长从来没有跟我官说过任何一个新闻的走向，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说哪一个人要上节目，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说哪一个人不能上节目。董事长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常常带着一些来宾来参观我的摄影棚，所以我照了大概
几千张照片啊。那因但为这些曾经跟我照相的人，现在还认不认识我，这个我就不敢讲。因为到今天还是一样嘛，我们的俊男美女，然后又有学问，你们确实是那个我个人这些事情，我也觉得是当时名士的骄傲了啊、哦，所以真的是我仍然很怀念那个时候我们在名士共事的日子了。不过因为在那个时候，我想我从那个你们节目中我也学了很多，所以去年当我体认到说。那个自己年纪也渐渐大了，能够为台湾所做奉献的这个时间也越来越有限了，所以我才决定毅然决然的又重新回来，希望哎，利用我还身强力壮的这个时候，看是不是可以为台湾再做一点事情。现阶段制定合宜的台湾新宪法，只有将国题政题分开，只创新政题。采改良型的三权分立，总统制，全民公投。国家司法被要升官发财的畜生控制住，他们不依据法律，要写什么就写什么。中正万华立委候选人李慧熙博士用法律和事实，邀你一圈二套三捆铲除司法二官。几年没见啊，董事长真的一点变都没有啊，因为我离开民视是2019年4月22号，那这个过程呢其实我都记得非常清楚。那个时候董事长在比我离开民视前大概一个月，就是愚人节前后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对，那个时候董事长离开的时候，我跟董事长说，董事长，我们两个同一天昂首阔步的离开民视，走大厅走出去，我说我辞。结果董事长跟我说，文正你留下来，他说你留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人还能够怎么恶整。好，我说董事长真的好，我说我原本要跟你同一天我们就走就离开嘛，但我就多留下来。
那当然见证了一幕很丑陋的这个结束，就是把我们的节目拦腰砍断，而且两个小时录完只录一小时。那没有关系，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政治的选择，或者每个人都有他的饭碗，但是不能说谎。就那天整个民视从上到下啊，从王明玉到胡婉玲，都说什么？都说我的节目呢是只录了一个小时。那其实我们真的录两小时啊，现场这么多的来宾，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在光天化日的谎言下，这节目被做掉了。不过我觉得上帝给我们走这条路呢，势必是要让我们经历了一定的考验，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所以因为这样，所以会有了我们的节目叫政经关不了，也会有董事长呢往后在不管是事业上或他的理念上的更上一层楼。其实我董事长有一幕啊，我很感动，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那是在2019年我离开民视之后，我成立了政经关不了这个频道，然后我成立了政经传媒，就你到我复兴南路的家来，那我们坐了一会儿之后呢，我就到对面，我们就到了那个咖啡厅坐了一下，就在那个过程当中，你跟我说，文正，你要出来成立公司非常辛苦，我自己打成立过公司，你这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他说我赞助你，所以我的第一桶金50万台币是我的董事长捐给我们的公司的。那结束之后呢，走出来在复兴南路一段219巷的巷子内，董事长跟我说，50万你一定不够，他说像你们这样子的公司每个月一定会跑3.5点，这样子好不好，我每个月来赞助你们。我听了真的很感动，当下那是在2019年的4月底，我在复兴南路一段219巷的巷子内，董事长跟我的一段对话。不过当场跟董事长说，董事长不用谢谢你，我很感动，我心领了。我说如果我这个公司啊，我这样做一个节目无法撑下去，那就代表说这个社会不需要我这个频道。那当时这么一句话，到现在4年多了我还活着，报告董事长。而且我们公司越来越大，从我一个人变成6个人啊，官司越打越多。好，目前我们打了19个官司嘛，也顺道贡献了一下张静律师这个司法改革党的党本啊。所以我相信做对的事不会寂寞。好，我现在要来请教一下张静律师哈。张静律师看这个郭董事长他的这个竞选总部大会要成立之前，他的后援会会长竟然被收押，然后董事长4年没有动的一个案子已经没事了，竟然被起诉，然后再加上搭配我们今天早上看到的这个新闻，目前为止啊，少数几个还敢打蔡英文，还敢打论文，还敢打这个弊案的台北市议员，这次要选立法委员的徐巧芯，竟然因为贿选啊，他的里长呢就被这个深夜约谈，然后他也被这个剪掉给约谈，就在他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前一天，这也太可笑了吧！这就是政治打压。所以我为什么会声援郭董事长？我讲我们过去几乎没有交集过，但是因为司法的迫害，我们产生了交集啊。所以说司法这件事情关乎一个国家生存的根本。我们常常讲说，司法是国家或者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当这一道防线崩溃的时候，这个国家体制就完蛋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这几年司法成为执政者民进党御用的工具啊，成为打压异己整肃政敌的工具以后，有多少人因此受到司法的迫害，受到司法的冤屈啊，基本上也不论是任何其他的在野党，包括这个民众党的张凯军在内包括喜乐岛的郭背宏郭先在内当然他们在迫害我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司法改革党但是
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从事着司法改革的工作，再加上我在帮你打官司，所以当然就成为他们的目标啊。我就讲我们今天三个人啊，可以说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吗？好不大啊、哦、没没有，大家我们不是，我们三个人可以组一个党叫魅力无法党魅力无法党啊。说真的，大家可以看到郭董事长这一两个月来在受到的司法迫害，彭平你四年来受到的司法迫害，我这两年受到的司法迫害，我们可以看到说，哇，司法是一个多么多么可以多么恐怖的东西啊！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司法是可以把一个人从深渊里救出来的，也可以把一个人推进深渊里去，就看你怎么去用这个司法。嗯，啊，所以司法改革这么重要的原因就在此，因为它关乎着所有人民能不能在今天的台湾的人民可以免于恐惧啊，可以免于恐惧啊。今天很多人都生活在恐惧中，因为不晓得哪一天晚上12点接到一张传票，不晓得早上6点就有人到你家搜索啊，没有多久就有人拿着机票来拘你。像这样子，人民就是生活在恐惧之中，生活在人人自危之中。这个司法就真的我们必须要去改它、啊、否则台湾将来善良的老百姓永无宁日、嗯、在过去四年当中，台湾社会当中，你只要敢碰两个议题，你绝对有事。一个就是质疑817万票怎么来的，我大家可能忘记，四年前有一个美国台侨，他的中文讲的不太好，叫 Jason Lee， 他在网络上做很多这个817万票怎么来的，结果大家就是他就是莫名其妙，一大早被这个调查局跟这个当地的派出所请去喝咖啡，一喝喝了半天，最后发现他是美国公民，鼻子摸摸就让他来去自如，就是请我当辩护人的，对。健身里我也是他的辩护人，对，其实不太敢，也不太敢，其他人也不太敢帮他辩护。然后接下来就是开始找蔡英文的论文，一个一个有事、啊、包括童仲彦5万块钱、啊、5万块钱的这个助理费、啊、横跨将近10年，5万块总额都不拢，判了6年、啊、还包括了台北市议员，还前前后后包括张静律师，那当然我的这个例子也就不用说了。我现在是，继孙中山之后哈，唯一的被这个朝廷被这个皇帝通缉的。那如果赖清德不小心又当选了总统，再对我发布一次通缉，那我的记录就打平孙中山，因为孙中山是被清廷通缉一次，被袁世凯通缉一次。好，好，我今天要请教郭背鸿郭董事长，你进了立法院，你要做什么？我进了立法院，那个第一件事情，我要把公投法从那个以前国民党时代他们说公投法叫做是鸟笼公投法，那现在他们叫做阉割公投法，我要把公投法把它那个弄到那个让我们可以公投台湾的这个前途。我想那个4年前哈、哦，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些那个长辈曾经有意那个希望我能够那个参选总统，而我因为自己是个媒体人，不可能那个参与政治的这个情况之下。蔡英文总统曾经透过尤锡堃立法院长那个找我到官邸去讨论我是否参选总统的问题，那但是我是告诉他说我是不可能参选总统，不过既然是蔡总统提出这样的这个要求，所以我要求、啊、
他是否能够让我们公投那个台湾的这个前途。那蔡总统当时他是说，那要公投台湾的前途，这个不是宪法程式的问题吗？那怎么能够用公投法来那个决定台湾的前途？那我是对他提的是说明是这样子，公投应该是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公投。那如果要宪法三分之二的多数才能够去决定国家的国号跟前途的话，那我们就看公投的结果。公投的结果如果有三分之二的台湾人那主张要统一的话，那我们就麻烦蔡总统打个电话给习近平，告诉习近平说，那我们台湾人要投降了，那请你中国来接收吧。如果拜托你中国来的时候，不要把我们台湾的男生抓到新疆去割器官卖，或者是来到台湾的时候，那不要从基隆港进来，从高雄港进来好了，然后最好是穿着鞋子，对不对？如果我们公投有三分之二的人主张统一，那如果我们公投结果有三分之二的人主张那个要独立建国，要加入联合国的话，那你宪法那个三分之二本来就是可以改国号，那个可以那个决定我们就成立台湾共和国，那我们就用台湾的名义去申请加入联合国。那如果共同的结果不管是统一和独立都不到三分之二，那也许就代表台湾人还没有准备好了，那我们就暂时维持现状。我这样讲以后，当时的蔡英文总统他已经有道理，所以他也承诺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那个民进党可以那个去试试朝这个方向去修改这个法律。可是那他也那个责成那时候在写的卓荣泰那个主席每个月跟我见面一次讨论那个修改公投法的问题。不过只讨论两次，然后民事就发生这个加变。那你知道民事发生加变，那个我们认为一定是那个总统府有参与的。哦，我是没有办法确定蔡总统有没有在第一线参与。为什么说民事的这个加变总统一有参与呢？因为当时我是民事的董事长，可是那个进一步既然在没有获得我同意的这个情况之下，就把民事的这个大小印章做了改变。那我想民事虽然是民营的，可是民事可不是一家小公司，一家那个员工有1200-1300个人的公司，那总资产可能超过100亿的公司，而且又是媒体这么重要的公司，公司董事长的印章经济部可以任意的改变，我想这个是可以想象台湾除了总统府以外谁有这么大的人来呢？哦，我想这件事情的真相我们可以留待那个历史再去发掘了哈。不过我进到那个立法院以后，第一件事情我是希望那个公投法能够那个重新的修法，让台湾人可以像选总统这么简单的这个方式来决定到底台湾要何去何从。不错，我其实听了蛮嫉妒的。我觉得蔡总统对你比对我好太多了，他还请你喝咖啡，对不对？还跟你沟通了两个月，他把我直接就把我给逮了啊！那个郭董事长，第一件事情就是恢复公投，这个我100%同意，因为公投是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那公投的结果大家就尊重，对不对？不管是什么，但我可以坦白说了，这个赖清德现在目前为止三组候选人没有一个敢公投。赖清德说哈，台湾独立没有这个 path， 没有这个路，没路啦。那我记得，我想董事长也是以前的战友嘛，那个拉巴邱毅人说，脑袋坏掉的人才会主张台独啊。董事长，你脑袋坏掉了吗？我想台湾如果不独立建国，台湾是没有出路的，台湾跟中国之间因为都会有战争的这个危险的。我想
那个就是因为我们目前的总统候选人都主张我们叫中华民国，所以才让我们台湾陷入目前的这个危险的处境啊。因为那个联合国里头的五大常任理事国里头就有一个国家就叫做中华民国，而它的首都就是北京啊。那就是因为我们支持中华民国，才让北京有这个机会把台湾视为他们的一部分啊。我想如果大家那个还记得的话，当时韩国啦，韩国跟中国建交的时候，韩国就把国民党在韩国的这个理事馆送给了中国嘛，哎，就是因为说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财产。那也因为这样，在美国跟中国建交的时候，那个华府的双向园，那国民党才把它那个卖给一个朋友哈，卖给那个友好的团体，然后直到没有多久以前才又把它买回来嘛。就是因为你自称你是中华民国，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华民国，它的首都在北京哈，所以才让台湾陷入这样的这个险境啊。我想那个我们那个台湾目前哈，中国之所以不敢越雷池半步，但是因为我们台湾，我们大家很努力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个在背后更主要的理由，是因为美国跟日本哈，这些世界上那个算是强大的这个国家，他们其实那个对中国有下毒的一个作用啊。可是美国跟日本啊，这些都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选举会改变他们的领导人，所以他们换个领导人不再那么支持台湾的时候，那我们会面对如何的处境？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人要把握目前和整个世界对我们非常友好的时候，要赶快回到国际社会去。那回到国际社会去，你的目标就是只要我们成为联合国的一个那个会员国，一个正常的会员国的话，那我们就会受到国际社会的保护。如果我们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一个自治会员国，那中国飞机这样绕来绕去的话，我想他就等于冒着触犯国际法的这个风险哈。那也许那个中国就不敢再如此的对台湾蓄意挑衅了。所以我对于赖总统所说的说台湾没有必要再去宣称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我非常的不以为然啊。全世界的人那个都不晓得我们台湾人在想什么，全世界的人那个尤其是这些那比较文明的国家，他们其实都在期待台湾人能够那个回到那个国际社会，成为一个正常的这个国家。可是就看台湾人自己的选择了。所以我希望通过一个公投的这个方式，来让全世界的那个人民知道台湾人民真正的想法。See you.
对，我觉得董事长刚给了我无限灵感，我明天天亮我就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领事馆投案。对，因为我被通缉嘛，那中华民国事实上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接收了嘛，所以以司法系统来讲，我应该是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领事馆投案。不错不错，这个想法应该还可以啊，你可以试试看了啊。对，我讲到这个，我就要来请教一下董事长嘛。蔡英文的学位是真的吗？我从来没问过董事长这件事。我想我跟蔡英文总统应该是，我们他是差我一届台大的学妹嘛，所以我们受教育的环境是非常的接近嘛。所以那个我实在很难理解，像那个蔡总统他。那个他求学那方式，他可以拿到博士学位，这对我的那个我们一个在同样环境的人来讲，那是匪夷所思的。他是两年拿到 1.5 个嘛博士学位嘛。董事长你这么优秀，对不对？台南一中，然后、哦、我当时有一次我记得我跟董事长在车里面聊天哈，那董事长就是南一中，而且那时候好像。高中的时候也是接近榜首啊，现在台南一中，然后你还很得意的跟我秀说，你不要以为我是念理工的哦，我拿过作文比赛的冠军哦之类的哈。然后还当那个就是台大土木系之后到了美国念博士嘛，我觉得董事长你好像博士也念了四五年吧，硕博士嘛，那你来查你学妹查这样、啊？对，其实是这样子啦。坦白讲，能够做总统哈、哦，他其实是超过100个博士，是1000个博士啊，1000个博士也出不了一个总统，但是那个蔡总统其实是，不需要做介意他有没有博士学位了、啊。不过那个就像公投一样嘛，为什么哈、哦、要把公投阉割起来，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深深的知道，如果真的公投的话。台湾人一定不会选择中华民国嘛，台湾人一定会选择台湾嘛，台湾人一定不会跟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起嘛，那我想那个蔡总统，那个我真的是那个到目前所有的这些政绩，我实在看不出他确实有在那个六二十一完成博士学位，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相信这件事情的。对，我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相信，所以现在在海外接着你去唱《红昏的故乡》哦，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丢丢哇哦，这个我唱的挺好的。好，那个张律师，你的歌越来越进步了。我巨蛋要开演唱会啊，董事长你要来啊、哦、看你要唱什么歌，我一定有这个一条歌留给董事长上台唱。那个张律师，你这个案子打了快四年了，你相信？蔡英文 1.5 个博士、如果我相信他有博士啊，我就不会骂张永惠，我就不会斥责张永惠是一个混蛋法官了、嗯、对不对？是啊，你接下来在二十几天就 要出庭了、啊、就是 你是张永惠的被告吗？对，12月22号这个我斥责张永惠是混蛋法官的案子要开庭。这个太有趣，就是全国都来证明张永惠确实是个混蛋。我觉得这个庭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你整个努力的过程就是说举证所有的证据要证明张永惠是个混蛋。记得哦，传我当证人哦，一定会，好不好？拜托一下好不好？一定会。好，我要传三个证人。第一个证人当然是张永惠，他自称他是被害人嘛，被害人要出庭作证是理所当然的。第二个是蔡英文，第三个就是彭丕你。谢谢这三个我认为都应该要传，因为我要证明张永惠真的是混蛋。我好期望跟蔡英文可以在空中相会、啊、那这个案子早晚会相会，为什么？因为通过520以后蔡英文就没有什么资格，没有什么理由不能 出庭当证人了。当然对不对？那他理论上他当元首也可以出庭，对，只不过通常来讲我们对元首的尊重，刑事诉讼法规定是说可以到总统府 就近来讯问，对，不一定是在法庭里讯问、啊、对，那这至于、啊、法官敢不敢传
蔡英文，那就看法官自己的肩膀。为什么不敢呢？当年阿扁也是被那个检察官、被法官陈子那个也是被吴子春还不是什么什么子春对。好，也是被他传嘛，他还跑到花莲，对不对？就是。但是你要知道，地检署有几个李子春，法院有几个像李子春的法官，啊，也许在那个时代还多一点。平常心讲，对，台湾的司法在大概我大概在92年以后啊，我讲的92是讲的民国92年。大概在92年以后到2000年啊，到这个100大概10年之啊，应该讲106年之前，蔡英文当总统之前，台湾的司法曾经有一段我认为是台湾最好的司法的岁月，最好的发展的时期。到了蔡英文上台以后，对整个的司法的独立就逐渐的丧失，到现在对台湾的司法就堕落到被控制，到原来的我们所希望的司法独立、审判独立荡然无存啊，到了今天。我在当检察官评鉴委员会的委员兼发言人是马英九执政的时候，而且我们办了当时的检察总长黄世明，这种事情在民进党执政，你看他从行政法院到法院、司法院到检察署，全部都是他的人，密不透风啊。所以董事长，我觉得哈，你给我起手嘛哈，我觉得凉凉的呢，你知道吗？我们打了这么多官司哈，一边叫你生一个囝就生一个囝，一边叫你哈安怎就安怎，你根本没有任何这个空间。张永慧这个法官可以当着全台湾的大概七八台 SNG 跟大概一二十个记者面前答应说，明天要这个被告蔡英文的律师连元龙把他的论文拿来，还问连元龙说可以带一本的论文来吗？连元龙说当然。第二天给我拿那一页页的草纸，张永慧当场认定那个叫做论文。张静律师说哎，我看一下，结果那个法官说不能摸，证物不能摸。那张静就问那个法官，就是张永慧嘛，就是这个混蛋法官的这个来源。张静就问那个法官说：“那不能摸，我要怎么看？”那法官说：“用眼睛看。”然后当场就宣布停棋，然后就证明那就是蔡英文的论文。所以这个东西确实令人非常沮丧了。我觉得郭董事长进了立法院哈，这些司法官哈，这些恶官哦。一个一个请他们去土城啊，陪蔡英文，安尼好不？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两个啊，郭董事长跟我可以一起在立法院有关司法的议题，我们可以并肩作战，一起并肩作战。我觉得有机会，我觉得有机会。你看啊，他们在继续恶搞，再继续收押徐巧芯，对不对？再继续嘛，再接下来看要不要收押一下侯友宜或者是柯文哲嘛，啊，顺便收押一下。这个时候，我觉得司法改革党啊、邪恶岛联盟、郭董事长，你们的票就会被吹出来啊。他们其实是你们的贵人啦。不过，你们两个如果进了立法院的时候，哈，我去做选民服务的时候，你们不要不见我哈，我只有这个小小的要求就好。好，董事长，不那个看起来，你想一想哈。我真的不是这一次亲自参选哦，我还很难理解他的民主到这程度。我们是那个光明正大的参选，那他把我的后援会的总会长抓起来，用郭台铭的名义，然后他把他羁押禁见的理由是说，这个为郭台铭联署那个所带的影响。不可谓轻微啦，他不敢讲严重，他讲不可谓轻微啦。啊，然后把他送到戒严之后，到现在为止他都不肯开庭，哎，他就是这个检察官都请假。那我后来再注意一下，原来来抓这个我的会会长的，是叫做福建省调查站啊，我还不晓得，我现在已经没有台湾省了，还有一个福建省，
福建省的那个调查站来抓，然后我的后援会那个到现在为止约谈的人数啊，已经超过15个人了。哎，那个这些买便当的阿上什么，一个一个的那个约去谈，然后那个也许恐吓吧，然后把我后援会的这个监控系统整个机器搬走啊。你可以想象嘛，在台湾那个已经脱离戒严，已经以为我们是个民主国家这么久了，那这是一场公平的一个民主选举，所以有可能有人会把你的对手那个的人就这样子抓起来那到今天为止，那郭台铭也不再参选了啊，对不对？那郭台铭根本也不是候选人了，那还有这理由？那我的后援会长。那个仍然是那个，什么时候说回来，仍然是遥遥无期啦。那我当然是勉励我的所有的这些伙伴们说，在1月13号，如果选民还我们公道，哎，我们高票当选的话，那1月13号我会把我所有的宣传车就挤上那个我们的地检署了。在没有把我的会长放出来之前，那我就在埋锅做饭，我就不离开那边了。哎，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是台湾民主政治的一大耻辱了。我想这也是民进党的一大耻辱了。那我昨天只是宣告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不可能再对我们的执政党有任何的那个支持了，因为实在是简直是可恶到了极点。我们先前的人抛头颅洒热血，创建了那个民主进步党，让台湾有一个民主政治。可是到今天，以前竞选的时候，听说有关灯啊、坐票做什么，现在竟然就这样堂堂皇皇的，那个把人家的后援总会长没有什么理由把他抓起来，然后就准备把他关到选举那个结选束。举结束了。所以我在这边，我们当然不抱任何的希望了。不过我还是要一讲再讲，给我们执政党一个改正的机会了。这就在1985年，我在亚特兰大，我的护照那个的回台加签被取消的时候，那时候我对那边的官员讲，你们要不要更正你们所做的错误了？那他们就说没有了，对不起了，这个是误会。那最后我离开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有一天你们会付出代价的。我想那个时候他们是不以为意啊，想说所有的那个海外的这些留学生被列入黑名单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是一样的不高兴，他们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可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努力了4年，我就回到了台湾了。那我在台湾，我偷渡了3次。我想，我那3次的偷渡，让他们修改了法律。我想，国民党那在那个时候执政，国民党可是付出相当大的代价。那这一次也是一样，一个民主，这是一个选举啊。我只不过是写一个小小的立委，113席立委，一席立委能够做什么？能选一个小小的立委，那国家的机器都要使这么卑鄙的手段。福建省调查站，你去管福建省的事情嘛？你到深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边去做那边的事情呢？怎么福建省的调查站，你来到高雄市，那高雄市的调查站在做什么？台南市的调查站在做什么？那个台湾的调查局在做什么呢？对不对？这样赤裸裸的。违反选罢我的行为，那你们以为人民没有力量？我要告诉你们，人民不会一直都没有力量。有一天，在人民恍惚的时候，你们后悔就来不及了。
这个法律问题我要请教张金律师哈，你看福建省调查站过来押走了郭背鸿董事长的后援会会长，理由是因为帮郭台铭联署的过程设法，那很简单啊，郭台铭联署人家是要蹭一下，人家有钱的现在想要出个名，人家也没有要选举啊，事实证明没有啊，他只是小弟到此一游而已啊，所以根本就没有任何犯行的连接啊，那这个时候还把人家压在那干什么呢？第一个，第二个，我建议那个张静律师哈，既然是福建省调查站来查这个陈乃进先生，对不对？那你就直接跟他要求移转管辖权到福州市人民地方法院去嘛，管辖嘛，这样不是比较符合那个法理吗？呛到的。台湾的司法现在已经啊。他们为所欲为的跟法理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啊！我只能这么说啊！一下子把大陆人民当成啊中华民国人民的一份子，哎，从我们的宪法观点是这么一个观点啊！一下子呢说大陆人民是大陆人民，不是台湾人民啊，不是中华民国人民啊！而且好像在前两年，行政院还发布了一道行政命令说这个大陆人不是这个中华民国人民，还发布这么一道啊，所以你就觉得说我们现在真的是面临一个价值错乱，而且司法本身就在错乱中，司法会这么错乱当然跟政治体制有关，可是司法的东西其实是跟人民才是更息息相关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让台湾的人民接受到一个真正的啊可以保护人权的司法，我们真的必须要去努力啊，往司法改革的方向去走啊，这个人权的指标是一个普世的价值，可是这几年我们看到民进党迫害，特别是啊，只要反对他的人，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人权指标完全没有了，他可以随便就抓人，随便就压人，随便就搜索，只要他想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啊，然后呢也许一年后啊，就来一个写一个前程说没有犯罪嫌疑结案，哎，原先被搜索被扣押被这个查封的这些人一年后两年后说他没有犯罪嫌疑，哎，
问题前面大动作，这种大动作啊，这个司法不应该对人民集体急功道歉嘛？你怎么可以这样动用司法权，动用这个侦查权到这样一个地步？最后啊，自己写个签呈给检察长说没有犯罪嫌疑牵结。我最近看到好几个没有犯罪嫌疑牵结的案子啊，都是大动作的去搜索啊，像这一些都是我们可以发现啊，民进党在利用司法操控司法，特别操控检察体系啊，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也才会有今天郭董事长被起诉。将来我相信郭董事长最后是无罪，无罪又怎么样？这些起诉的人、起诉的检察官有法律责任吗？没有。啊，我们台湾目前的司法状况是一个，所有的法官、检察官是有权而无责。所以法治时报黄玉煌社长说的很好，他说台湾有两种职业啊，是说出去的任何话都不必负责任的，一种叫做算命，另外一种叫做法官检察官，因为他们说出去的话都可以不算数啊，就像算命的算得准也好算不准也好，没有人会去找算命的说退钱退钱，你算得不准啊。同样他们不是两种职业，他们其实是同一种。对，郭董事长，我刚刚听到，我就觉得蛮那个的。我觉得还是生命中还是有很多很巧合的连接。你当年1989年，你的护照是怎么回事啊？啊，你的护照是？我是1985年的时候，那个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护照，我现在说给这些年轻人听，他们都不晓得，台湾的护照是，就是说只用来出国的，是不能用来回国的。回国那个我们都要申请签证，那大部分人都不晓得他的护照其实是这样的。那个时候要回国，他用的是就是你要申请签证，这签证叫做回台加签。那只是政府啊，为了那个知道他这种台湾的护照，拿台湾护照的人回国要申请签证，他接着说不过去，所以他就在你申请护照的时候，他同时帮你申请了回台湾的签证，然后注明说回台湾的签证是跟护照的效期是一样的。那对于海外他要那个帮你列管的人，他就把这一行字用圆珠笔涂掉，用圆珠笔涂掉，那你就等于你没有回台签证，所以即使是一样的护照，但是你就没有办法回台湾。他们是当时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让你成为海外的黑名单，所以我是在1985年的时候，当我申请护照延期的时候，他让我护照延期，他用圆珠笔把我这一台，那一类的那个就是回台的签证把它换掉。董事长，我发现我这一生当中我做的事，我终于找到一项我赢你的。他只是用圆珠笔帮你的签证划掉，我是整本护照收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了。你还是没有赢我，为什么？因为那是我1985年这样，那到了1991年，就是当我从1989年我决定把整个海外黑名单都带回台湾跟我一起努力的时候，那我又第二次偷渡从台湾去到美国，然后1991年，当我看到那个郝柏村把杨双虎从曼谷引渡回台湾的时候，那我就觉得说，一样是十大通缉要犯，我应该得到跟杨双虎同样的待遇，所以我就拿我的旧护照再去洛杉矶的领事馆，那叫协调处吧，再去申请回台湾的那个加签。那一次他就把我那一本那么宝贵的护照给没收了，所以我还是找了你一点，我1991年护照给没收了。没有，董事长，这我还是赢你，你不要凹。我第一次就收走，我靠，多少倍？你是两次才被收走，这点你就是输我了。
啊，对对对，输给我，这也是我好，董事甘长拜你下下风，甘拜下风。对你一定要甘拜下风。还有，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回去吗？啊，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回去吗？因为我很不服气啊。北北，我们都是台大校友，也都是博士，虽然没有1.5个，长得帅也差不多啦。那为什么你要悬赏220万，我却一毛都没有？我这里我不服气啊，不对不是，对？因为你的身价比较高了，嘿，身价比较高，所以你是无 无价的，价。无价的，无价的。哦，这点我可以接受。因为那个时候，当我被写满220万的时候，我曾经是因为我回到台湾，那海外的留学生比较穷，那我去看各个候选的时候，老是为自己没有办法借款，感觉要有点汗颜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跟那时候那个几个候选人，尤其是业绩人，我说要不要你们帮我举报一下，那我到总统府的前面，然后被抓，那你们就可以赚这220万，再跟我退一点借款，可惜他们不要，那我也想说，那不然我自己到警察局去报到，看能不能自己赚这220万，那你这个无价的就没有办法这样赚钱。真的，我一直在等啊，就是没有，我就觉得很闷呐哈。另外，我还有一件事情，这个你知道，你当年被发布12道通缉令嘛，对不对？被郝柏村，没错吧？再差6个就是18道金牌嘛，对不对？12道通缉令，我有一样东西赢你，你可以问张晋律师，我的通缉令找不到，我完全不需要通缉令，还要上网去查，查了半天才知道我被禁管。对不对？他根本没有发给我嘛，这个我又比你厉害。通缉令基本上他不会把通缉令交到你手上或寄给你的。当时郭董事长是贴在那个点会条啊，哎，别开玩笑啊，对不对？所以，不过那个时候因为应该还没有网络，现在是用网络来进行的，对不对，对？现在比较进步了啦，现在已经没有纸张了。对，我们现那在是。个时候还要有一纸定要张，印对纸对张。对，现在是网络。他正常情况应该通知当事人吧？他也没有啊。当时但是，我认为哈，如果我将来能够进立法院修法，整个通缉的制度要做调整。现在很多人被通缉不知道，什么时候知道呢？有一天他很兴奋的到了机场。甚至买了机票，发现没办法登机，因为被通缉了。很多人是因为要上飞机之前才知道自己被通缉，啊，这样子的制度是有问题的。那我比较厉害，我比较厉害，因为旧金山办事处已经讲过了，他说我如果要回台湾的话，要先去旧金山办事处申请，所以我是经过这个董事长1985年到现在40年后回台需要加签的第一人啊，我是需要回台加签的。那首先我的护照就没有啦，所以我现在在美国呢，我跟美国人我都比手画脚啊，我跟他讲说我是跟以前那个二战时候那个有一个叫李光辉有没有？他就是在那个丛林里面，后来二战打完之后，他出来，他发现他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嘛。我说我是今天台湾的另外一个，还有就是那个 The Terminal 那个机场情缘里面那个被在戴高乐机场被关了13年没有护照的那个汤姆汉克，对不对？我跟他唯一的差别就是我在机场没有情缘呐，就是没有碰到空中小姐，其他都情节都是一样的啊。那我现在要来问一下董事长哈。你给我一个建议吧，前辈，你也被通缉过嘛，也被没收护照过嘛，也闯关过嘛，也坐过牢嘛，好，那我现在就是走过前面那两关嘛，我被通缉，被没收护照，我还没有闯关，还没有坐牢，所以董事长，你帮我把把脉，给我一个建议。你刚才讲我是1985人，我的护照被取消回来加签嘛？那现在是2023年哈，所以我们有个巧合，其实不是40年，38年了。1985年到38年，我很喜欢38这个数字啊，因为我进入土城看守所，我的编号叫做3801啊，就是38类的第一个38它是指的是内乱罪所以那个在我1月13号。那个高票当选之后，那如果你不去嘛哈，
那我就跑一趟救灾星哦，带你回来了。嘿，因为哦，那个我在黑不丹闯关的时候，我带过不少人回来，最一个带的就是史明先生了。哎，史明先生是我在那个出了狱之后，我觉得黑名单就剩下他一个人，所以我回到日本去哦，就陪着他那个回到了台湾了。哎，那个也是用闯关的方式了，但是我想你比大家都大牌了，你不叫闯关，嘿，我直接把你带回来。我想如果你的1月13号那个我能够当选的话，我想我们应该把台湾那个重新的好好的，哎，把一些账算清楚了。哦，我觉得目前执政党这样，哎，利用司法那个这样的欺负老百姓，这种无法无天的作为，哈，应该是啊告一个段落。我其实很诚恳的希望蔡英文总统在他剩下的这个任期里头，哈，能够把一些事情该处理的处理干净的。不然的话，我真的是会觉得那个我们台湾的总统都很容易，好，尤其是民进党总统了，都很容易哈，因为将来也是会接下去了。因为你怎么对待人家，到最后人家就会怎么对待你了。哦，那目前哎，靠着总统的这个保护令哈，在那边那可以任意的作为。可是离开了这个保护伞之后，哈，可怕那个你的所作所为，那个也许有一天那个人民会要求公道，不如利用那剩下的这班人，哈，把该还人民公道的、还个人清白的这些东西，哈，都处理好，哎，积一点那个好的这个德性，来为以后大家的和解留点空间的。哇，大家宇宙之音学院同学都听到了吗？你们不要再问我彭批什么时候回来了，1月13号啦，董事长说他当选之后来美国接我了，我相信张静律师一定会同行的啦。好，所以大家记得关心我什么时候回台湾的，不要再问我了，用选票把他们两个换爆，让他们呢可以来，那你来我招待你们去渔人码头吃海鲜，去迪士尼乐园玩摩天轮，啊，所以再顺道回台湾，然后我就直接把那个巨蛋演唱会的场地把它先 book 好，直接从机场就直奔巨蛋演唱会。大家说好啊，不好啊，其实听起来真是太美好太美好了。好，大家记得灌票哈，拼了命的灌高雄第六选区郭贝宏博士，还有喜乐岛联盟司马显学长。高雄是古山区、盐城区、林雅区、新兴区、前进区这五个区的朋友，或者是你们在这五个区有朋友的，拜托拜托，哎，明年的1月13号，哎，把我送进立法院，让台湾可以重新的回到国际社会，成为联合国的一个正常的国家、正常的会员。谢谢董事长，谢谢张静律师。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有一个彩蛋，来，我麻烦我们的这个总编辑啊，这个林炳松，炳松哈，我们有一个彩蛋，来，大礼包，这个是董事长说这什么东西啊？这是被招楼吗？来，董事长你亲自打开，这是我们政经传媒感谢董事长送给董事长的礼物。这是二官。来。这个首先这个包包，哦，是我们的这个我们政经传媒出的纪念品，啊，上面呢那只狗是我家的狗，用我家的狗的照片，啊，这个 T 恤是我女儿画的，所以我特别送给董事长，然后这个是我们历代出的衣服，对，这上面的狗是我家的狗，然后是我儿子画的，然后这件是我女儿画的，然后黑色的，对，这个中间这两个是我女儿画的图，所以这只狗跟那个设计是我儿子做的，所以谢谢董事长。然后我送给董事长3本恶官的书，那我没有董事长当年的这个勇气，我只有在海外呢，一方面捧武牧羊啊，
我被通缉13年嘛，那另外我就努力的出了三本书，啊，这三本书叫做《恶官》，这个书呢已经收录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大英图书馆、还有澳洲国立图书馆，还有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史丹佛大学，通通都已经收藏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恶官三》这本书，我们把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内部帮忙蔡英文串供的电子邮件，全部透过英国的资讯自由公开法揭露在这本《恶官三》的书里面。这本书的封面上面讲得很清楚，蔡英文的毕业证书 is clearly a fake， 很清楚的是假的。所以等非常期待，等你们上任立法委员的时候，能够好好的追台湾的整个公务体系被一个人践踏的如此残破不堪。所以希望大家要支持前金、新兴、林雅、古山、高雄第六选区郭贝宏博士、喜乐岛联盟，还有司法改革党的所有候选人，以及司法改革党的不分区。谢谢董事长，我非常的高兴，经过了好几年，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很期待能够带你们去迪士尼乐园坐摩天轮，去渔人码头吃海鲜。谢谢董事长，谢谢，问候你们大家好，好，问候夫人好，问候宋华姐，谢谢你，然后谢谢张静律师一路来陪我走过司法官司，祝大家平安喜乐，有个愉快的夜晚。最后我用主导文来祝福董事长跟祝福张静律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卡拍摄，因为我是在国语教会长大，所以我不想用台语来念这个主导文，你给我赶快的意思。师门太家太家要记得哦，投票的时间要让票挑拨郭贝宏董事长、喜乐岛联盟还有司法改革党张静律师的这个不分区的票，拜托大家按台湾的沙飞让有机会让有救。谢谢大家，祝大家平安喜乐，有个愉快的夜晚，明天见。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谢谢大家。